中新社记者向谭锦球委员提问。请问谭委员，您早年从香港来内地打拼的经历是怎样的？能否谈谈对香港青年抓住机遇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建议？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够把握发展机遇，实现自身的价值。我这个曾经的香港青年没有错过内地的发展大舞台。新时代国家的发展再一次给香港的青年提供了成就理想的黄金机遇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紧紧地抓住。国家今年推出了多项惠港青年的措施，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朋友们的关怀和厚爱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也是留给那些勇于开拓的人。我期望有更多的香港青年能积极地加入我们国家的建设中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成就自己美好的明天。